一年一度台湾国际蓝展3月4号即将在台南举行，为期16天，刚好跨越白色情人节。这跟恐龙结合，推出3大亮点。展览会出现1米高、19米长的兰花恐龙，另外增设亲子互动区，吸引爸妈带孩子共游。园区还可以票选出10株最美兰花，边欣赏边投票。由于土耳其发生大地震，灾情严重，业者也在白色兰花上结合土耳其国旗。总统蔡英文也在脸书上贴出兰花照片，以红白色调喷染出土耳其国旗兰花，象征祈福平安。全世界的兰花1/3在台湾，台湾的兰花1/2在台南。那我们在去年的这个兰花的这个销售外销已经突破了，已经达到了这个疫情前的水准了，甚至已经突破了。所以我们今年希望会能够更好。台湾兰花一年产值约有77亿台币，有80%卖到全世界，外销达到62.1亿元。每年台湾国际兰展也吸引很多国外买家来台，疫情解封后也能带动观光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